goodbye. 다시야 따라갔다.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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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Good mother, good father, good sister, good brother. 다시야 따라갔다. ，是想让你尝尝这个。 元儿妹妹，方才我与伯父商量了许久，他夸赞我如今的成就，也默许咱们俩的亲事。元儿，嫁给我可好？雨谦哥哥，你容我再想想。石天青，石天青，石天青，你要去哪儿？ 你给我站住！我送你回家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临江时报呢？你也不管了吗？新闻每个月我会让阿呆给你。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就不留下来蹭饭了。我还欠你852两呢。 江夫人已经给过了，大小姐，保重。娘，娘，娘。 你是不是和石天青说了什么？我没有啊，我夸他来着。哎呀，你肯定跟他说什么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川宇，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坏了，早知道不答应小林了。啊？这……哎，大彩，你看看他那样，这还是我们杨哥吗？ 可能在后悔没收江夫人那笔，呸！你们俩懂个屁！咱哥这叫为情所困，晓得不？啊？就你话多。哥，依我看，这江小姐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而不是石天青这个名字。这江大小姐要是不喜欢你，你说这些不是自找麻烦吧？ 至于江小姐的心意，哥，我给你支个招。啊，这个，元儿妹妹，嫁给我可好？嫁给我可好？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江姑娘神情迷茫，你怎么了这是？<笑> 我老李没准有办法为你排忧解惑。就是这儿，咱们城里最有名的大师，要是不准找我。
大师，我有一事想请教。姑娘是想算事业还是姻缘呢？那就请大师帮我算算看，我想算什么吧。女儿多情，老夫听姑娘的声音正值妙龄，自然是姻缘。那大师帮我算算看，我的真命天子何时出现呢？哎呀呀，不得了啊，姑娘，你的真命天子已经出现了。不害臊。但是现在出现了两个人，我都不知道哪个才是我的真命天子呢。以老夫窥探天机所得，姑娘的真命天子是救过你的人。可是这两个人都救过我啊。那孙子说过，这个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婚姻也是如此。姑娘可否给老夫听听他们都是如何救你的呀？其实呢，有一个人也不能说是算救吧，充其量只是一个带我跑路的。哼，还说自己是大侠，那连剑都没拔出来过。这个恐怕不太行吧，这个。但是另一个人呢，可以说算是我儿时的英雄。大概在我6、7岁的时候，有一群小男孩欺负我，他呢就突然出现，把那些小男孩全部打跑了，还给了我一根他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糖葫芦。别哭了，这个给你。你说什么？原来你没瞎呀。破剑客，你敢骗我，拿来吧。你竟然是你。你要是再这么看我，我就真的把你眼睛戳瞎。说，你和老李装神弄鬼，联合起来骗我干什么？江川宇，我和林雨谦到底选谁？我知道你原来喜欢他，可我不管这些，我在意的是现在。江川宇，我今天只要你一句真话。难道你算不出来吗？哎呀，我没有答应他的求婚。耶！恭喜大哥！哎，我想问问你啊，你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有没有交过女朋友啊？大嫂好。
林娜，之前啊，是我会错了传语的意，我看这婚事啊，还是暂且缓一缓。我，雨谦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但是情呢，勉强不来的。你还是先回去吧。是街边初相见，只记住了你哭红的眼。哎，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对了，果酱。而才能与你相见。我叫李振瑶，以后我来保护你。白老板。你之前说的话可还算数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不得伤及江传宇和我。如此一来，我便做你们的证人，让石天青永世不得翻身。那个，一会儿咱们还是回去跟雨谦哥哥说清楚吧。听你的。啊，还有我爹娘。我娘她就那个样子，你不要介意啊。我当然不介意。对了，方才老李他们是调侃我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就不让他们这么叫你了。我没说不喜欢。糖葫芦。哎，啊，不是，我从小就喜欢吃甜食，跟雨谦哥哥没关系的。糖葫芦，冰糖葫芦，我去给你买。好。看好你们大嫂。啊，好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在这等我一会儿。我一会儿有事告诉你。老板，来串糖葫芦。好嘞，我看看给你挑个最好的啊。大小姐，其实我叫石天青，哎，不对，我叫李振阳。哎呀，也不行。哎，你觉得石天青好听，还是李振阳好听？你就是石天青啊？带走。哎，赵怀，走。哎，大哥。哎，干什么？大哥，你们干什么？石天青，大哥，
走。放开，放开我。这，哎，我说你们无缘无故抓人，有没有王法了？哎，哎，你回来。原来你也知道什么是王法呀？你知法犯法，威胁朝廷官员。该当何罪？你知不知道这么做会牵连他？能保护雨儿妹妹的不止你一个。临江时报呢？也不在意了是吧？正因为你罪无可恕，临江时报和我的梦想才因你而陪葬。我若是你，我现在就一头撞林玉清。这也是他的梦想。既然你将功抵过，我便不追究你与江小姐的责任。王大人，退下吧。石天青，看你如何再嘴硬。雨剑哥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，石天青他被官兵带走了。哦，江小姐，打听清楚了，大哥他因为威胁王二府索要办报批文才被抓的。啊，哎呦，不行，那我得走了。你跑什么？难道确有此事？那天石天青让我画下白药生向王若甫行贿呀！啊啊！你们太荒谬了！不行，我得走了，再不走就抓我了！这是犯法。是啊，玉儿，看来《临江时报》就要就此关门了。我早就说过他有问题。这种来历不明的人，你说谁来历不明呢？你现在的钱财名声不都是因为大哥才有的？你这是狗咬吕洞宾。笑话，没我这报纸能办起来吗？哎，够了，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救石天青出来。什么？玉儿，你还要救他出来？石天青他是为了报刊，为了我，若我不救他，这世上还有谁会帮他？不会是大嫂。不行，我要去见他一面。雨儿妹妹，大嫂，等等啊！大嫂，真是有情有义。谁是大哥的媳妇儿？大嫂，石天青，石天青。你怎么来了？事情的原委我都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你傻不傻？这是大牢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担心我？他们是不是打你了？我就是从小被打到大的。大嫂，大嫂，你啵儿大哥一口就啥事没有了。对呀，是。
被打成这样的大侠，你还是头一个。没事，不疼。你今天给我买的糖葫芦还没吃呢。等我出去了，我给你买十串。对了，你今天要跟我说什么呀？官兵来了，大小姐，你快走！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快走！你等我。快走！快走！这里不安全。老实点，快过来！快走啊，走！老实点，快走！嘘！大小姐，你快回去吧，这不安全。石天青。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你们三个快送他回家。哎，大嫂，等我，快走，快走，走走走了。混账！你不要命了？是。就算我掉了脑袋，我也一定要赶在临江时报被封之前揭露王若甫的恶行。恶行？不就是抓了石天青，如今你竟然为了一个男子要上奏朝廷官员。哼，没想到我的女儿竟然是如此痴情种。我不仅仅是为了他，王若甫官商勾结，和白晓生一起垄断了北郡城的报刊，制造出了像名人堂这样畸形的产业，让百姓被蒙蔽双眼。爹，这一切都是王若甫造的孽。老爷，玉儿也是为了正义呀。哎，传宇啊，那王若甫是府尹，你可知，若此次失败，真的会遭到杀身之祸呀。妈。爹，娘，对不起，为了不让江家遭受牵连，今日我便与你二老断绝关系。也不行，传宇，玉儿，传宇。街边初相见，只记住了你哭红的眼。诺言谎言，一念之间，何日才能与你相见？冰糖葫芦依然酸甜，我们终于重逢在人世间。你依然不出我的片刻，却会在你身边。昨日风景，时过境迁。